嘉义大埔乡拥有美丽的山景，但也正因为山路遥远，居民想要到医院检查就医，一趟车程就得花上2个小时的时间。因此大林慈济医院就和当地的卫生局人员合作，来到山上举办了复合式的筛检服务，关心居民们的健康。曾文水库所在的嘉义县大埔乡向来悠闲宁静，这一天却是老雷滚滚。原来是大林慈济医院与卫生局来到这举办复合式筛检。这偏远地区哦，比较就是讲这医疗的设施啊，东西西拢比较少，普遍这人拢平时时代拢年纪较济啦，这个活动哇，对阮本乡吼，对阮这时代人会使真有帮助安尼。知道大林慈济医院要来山上帮大家做健检，身为癌症病友的陈丽花可是一早就来现场担任志工，就希望有更多乡亲来照顾自己的健康。啊，袂讲吼，哎，检查迄无效，我讲检查绝对有效诶。咱若提早吼检查，提早发现，提早治疗，拢对咱拢好处诶。伊若不爱出，我嘛一直鼓励，拢叫伊讲较紧爱出。大埔乡乡民想要到医院检查就医，单趟车程就得花上2个小时。透过复合式筛检，将健康检查项目搬进大埔乡，更把预防医学观念落实在乡亲生活中。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叶素满、黄文珍在报道。